星、柿子，又熟了几个。看这里这些汁水。硬啊！小汁水老足了，皮儿也薄啊。这个就是现在，这个就是现在应季的火星柿子啊，不是咱们冬天吃那个冻柿子啊，那个还没到时候呢。大个头就是这么大，45到60规格的啊，大点的就是60的，小点的可能就是45的啊。每天都得吃几个，真好吃。这汁水看看，哎呀，都不好吃。它发货的时候就是六七分熟的，放家里你先打开看看，有软乎的你就先吃啊。放软乎了就是纯甜多汁儿啊。